来我老丈人家之前呢，他搁前面走，拎头矿泉水，我寻我会来点事儿，我拎的呗。这家我俩撕巴的，谁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咋的？照我心口就给我下，这家给我怼的。这一家三口啊，简直对我是太好了，忙前忙后的，这种田园的生活简直太温馨了。老丈母娘呢，跟尤呢简单带我参观一下小棚子。丈母娘讲话了，以后你俩要是结婚的话，搁这块种点土豆子啥的，生活可美好了呢。这房子呢，我老丈人也是挺长时间没来了，因为说啥呢，他想把这边扒了，到时候重新盖一下子，等尤结婚。完了呢，今天小烧烤呢，我一看这海绵垫子搁棚顶上呢，我老丈人该咋是咋，今天属实挺卖力气啊、哦，在家搁棚顶拽下来的。优恋呢是隔五分钟问我一句怎么样啊，习不习惯呢？啊，我老丈人今天可是累屁了，我看这家忙前忙后的，小桌啊，简单的给你往这一摆。但我老丈人我一看干净人啊，简简单的把小衣服给换了一下子，穿个那小破衣啊，一会儿准备开烤了啊，方方面面的安排了。这时候怎么越看优恋越朴实无华呢？你怎么呢？是那么完美的姑娘呢？我一看我老丈人今天是真卖力气了，这小柴火我看都是现劈的。整半俩小时，优恋父亲呢这身体素质是杠杠的，今年52啊，干这些活大气儿都没喘，我抱两趟柴火给我喘屁了。镜头前的你啊，帮我能分析个事儿呗，就这小柴火都是劈好好的了，都能放进去，但是我老丈人啊，无形之间就老整这事儿，一整就踹一下这儿踹一下那儿的，这是搁这点的谁呢？这是啊，你在这块揣这揣那的，你拽的谁呢？搁这块儿啊！不大会儿，优良问我咋的了？我说你放心，优良，这不管咋地，我不能跟他一样的，我得看你面子。我哎呦我的妈！咱老话说的好啊，一个好姑娘啊一般都随妈啊，就我这老丈母娘该咋是咋的，那家里面守的那是干净应当的。今天的俄罗斯这天也属实挺冷，那都出来搁这陪同着，今天该咋是咋的，给我整感动了啊。我跟老丈人搁那块劈柴火时，我就感觉我这老丈人身手不凡的，后来一聊天才知道我这老丈人是属于俄罗斯特种兵种空降兵。哎呦我去，我那嘎打岔，我说老丈，我说你这串烤的串这么大够呛能熟啊。他讲话，你要再搁这磨叽我穿死你，快起来这。哎呦我的妈。自从来优良他老家呀，我这心脏啊就提心吊胆的呀，就没得难呢。我找没招了，来我拿你优良撒气，来我让你爸一天老吓我，来你看我拿脚不踢死。以前搁夜卡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优良他成犟了。今天我看我老丈，我才明白。我说那肉你烤不熟，你穿那么大块，你小点整的，那不的，那家瞪眼跟俩犟。那我给我逼没招了，挺着吧。我这一回头啊，优良开灶上了，在家吃的还挺香。我问优良半天，我说熟没熟啊？优良说熟了，没问题，你整就完了。我这一看，我老丈真是特种部队出来的。那这肉烤的都带血丝的呢，搁这嘎鼻子你看着你吃，来杂菜的，我呱唧我就扔嘴里头了。我跟你们说句真心话，带血丝的我第一次吃啊。我这一回头给我老丈母娘忘了，我提了一块肉就给我老丈母娘送过去了。就会来事这一块啊、哦、还得是你龙啊。别按他吧，还不记得。咋办？今天出来的时候吧，就比较匆忙，没带那个红酒起子。这家优的搁那抠着的，他爸杂操过来了，意思拿着拍子把那头拍碎他。这他妈老战斗民族开红酒这么开，没带酒瓶子。哎呦我，哎呦我。啊，哟，你太伤心了，你也太伤，你这也太伤心了。
太省了太省了。我长这么大头回见着这么起红酒的哦，塞子还搁里头的，又累了头啊，真头子有点。行，有的意思说你把嘴闭上，你要再笑话我告诉我爸，我爸踢死你。要喝，在维卡金鼎堡之前呢，我跟老张我俩喝了点，这彼此也都罐多了，我俩问彼此都喜欢什么，我说我就喜欢车，喜欢570，我老张说喜欢表，我说谁戴手表，我戴手表了，摇，别动，这家悠着死不得，我说悠着你别动，你爸就是我爸，顶上，喝多了今天，行，罐多了，表你戴吧，老张。Ты понравился? Четко? Че? Четко? А ты почему ты часы так носишь? 其实啊，有很多镜头前的老铁啊，会质疑说，是文龙你喝多了才送的吗？其实不然，美好的时光啊，它总是短暂的，一晃啊，周末它也要结束了，我们也要该回忆卡金鼎堡了。我也做个总结吧，跟原来相识呢，一晃也得有3年了，得3年多了。第一次呢，被邀请到家里做客，首先呢是他对我文龙的认可，在被邀请到家里做客的同时呢，我也感受到优劣的父亲跟母亲的和蔼可亲，走的时候呢，我也表示我的态度，一块手表呢代表不了多少财富，但是它能代表我文龙的真诚实意。